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你是不是上等人，照一下镜子就知道了，真的不是迷信。一起来听。人与人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身体，除了那些因为生病无法控制身材的人，普通人拼的就是对身材的掌握，身材好就是一种实力。这是个以貌取人的时代，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臃肿的身材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心。你的身材就是你的名片，它能折射出你内在的品质、性格、习惯。千万别因为身材让人看低了你的层次。一，这是一个看身材的时代。曾有一条新闻，上海某著名小学招新生，面试家长看家长身材，肥胖的不要。这条新闻一出，顿时家长们炸了锅，有赞同此举的家长留言，我觉得非常好，肥胖的人自我管理能力差，还怪小孩不听话。我觉得太赞了，自我管理能力低下的家长肯定无力配合超一流的教育，老外的私立学校也很严格，有钱都能进的，你愿意往里挤吗？我觉得看家长身材肥胖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，首先肥胖不是短时间形成，应该是长期不注意饮食和运动造成的。家长连自己都没有管好，你相信他们会管好孩子吗？自己都没有信心去坚持的东西，还会指望他们鼓励孩子去坚持吗？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是让自己变得优秀，给孩子做榜样。如果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你想象中的那个人，那么你先成为那个人吧。这个社会对胖子太残忍了，找对象时被嫌弃，找工作时受歧视，好不容易找到对象结婚生子了，以为生活总算上了正轨，结果没想到身材还能影响下一代的教育。果然这是个看身材的时代，别以为你年长就不用看身材了，没想到作为家长还要看身材。如果你是胖子，孩子都要被你拖累。二，身材好也是一种实力。一个人的身材25岁前是爹妈给的，25岁之后是自己修的。能管好自己身材的人，往往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。反之，臃肿的身材背后可能是一团乱糟糟的生活。我们公司副总裁来自法国的欧总，就是个身材超好的高富帅，不过是个50多岁的老帅哥。他每天5点半起床，然后去操场跑步，有一段时间要参加汉马，武汉马拉松赛，所以他更是加大了训练量。欧总管理着公司最重要也是最忙碌的制造领域，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，还经常出差。别看他一把年纪了，可每天精力旺盛的像个小伙子。的确，当老板要讲资历论能力，但更要拼体力。经常的出差，坐飞机坐火车，不规律的作息，没有良好的体质是吃不消的。我的同事老张就是因为胖，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升迁。肥胖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职业生涯。有一次老板召开一个内容枯燥的会议，他精力不好，特别容易打瞌睡，老张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，脑袋还时不时小鸡啄米。圆桌会议室里，他正好坐在老板对面，老板重重咳嗽了两声，老张从睡梦中惊醒，继续听讲，结果没一会儿他又犯起困来，老板一一收在眼底。肥胖给工作带来影响，生活质量也大打折扣，还谈什么拼搏奋斗呢？人与人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身体，身材好就是一种实力。三，你的身材就是你的身份。判断一个人的身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的身材。正如保罗·福塞尔在《格调》一书中所说，你的体重就是你社会等级的宣言。100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，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 CCL 领导力调研也表明，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找不到一个体重超标的人。想想也是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、有强烈进取心、努力奋斗、事业有成的人，普京、奥巴马、马云、李彦宏、俞敏洪，大多都是身材匀称、温文尔雅的人。而那些庸庸碌碌、不思进取的人群，我们更容易看到大腹便便、体态臃肿、举止粗鲁的人。英国纪录片《人生7年》也印证了这一事实。该片选择了14个孩子进行跟踪拍摄，每7年记录一次，从7岁开始，14岁、21岁，一直到56岁，这是完全的真人秀，记录了普通英国人的人生。片中一对精英夫妇56岁时依然保持着好身材，由原中产晋升为精英的教授夫妻和公务员夫妻，体型也不错。而那些底薪家庭长大的男人们，虽然也有英俊帅气，但最终他们更多的成了胖子，尤其是他们的妻子身材变形得更厉害。四，瘦很昂贵。
造成肥胖的原因除遗传的影响外，主要就是不合理的饮食以及运动太少，油炸食物、快餐等垃圾食品都让人容易变胖。吃进去这么多热量，不运动就会产生肥胖。很多人没有生活，只有生存。他们经常加班熬夜，缺少睡眠，暴饮暴食或者饮食不规律，生存的压力山大，哪有时间和精力去锻炼身体、控制饮食呢？况且他们难有身材管理的意识和知识，所以过劳肥越来越多。而富人正相反，越来越多的富人意识到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一笔无价的财富，他们有时间有金钱对身体进行投资，他们愿意选择绿色有机低热量的食物，舍得在健身上花时间，也承担得起上健身房请私人教练的大把银子。国内曾有一项关于财富和运动关系的报告，数据显示那些拥有财富更多的人倾向于更多的运动。大数据显示，每日行走8000步以上的人群平均收入高于8000步以下的人群6.4%。果然好身材就像是奢侈品，瘦很昂贵。五，你的好身材里藏着你的自律。身材和时间、金钱有关，没错，但关系更大的是自律和意志力。正如网上对人生7年的评价，人人都只看到了精英与生俱来优越的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，羡慕他们有私家健身房、有私教，认为他们能有健康体魄、匀称的身材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又有谁看到他们在饮食控制、健身等方面的自律呢？要知道，那些有6块腹肌的男人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，他们拥有你想象不到的自律和意志力。钟汉良曾晒过他的早餐，只有一片面包、几个蘑菇。郭富城坚持健身20余年，每天最少跑步半小时，即使到外地也会要求入住24小时开放健身房的酒店，要是酒店没有健身房的话，他会自备绳子在房间跳绳。刘德华为了拥有6块腹肌与紧实的胸肌线条，把家里变成了健身房。开演唱会前他会坚持长跑练气，拍戏时他会利用空档举哑铃，每天再忙也要运动。严歌苓不仅在写作上自律，还会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锻炼身体，游泳和跑步。她在餐厅等朋友时，还不忘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撑。她说，形象是女人的纪律，正是几十年如一日钢铁般的一直自律着，所以她60多岁了，仍保持着纤细的身材和优雅的状态。人人都知道管住嘴迈开腿的真理，可是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像他们这样呢？好身材是奋斗出来的，不是一朝一夕，不是时断时续，不是一天的热情。那些今天喊减肥，明天喊运动的人，大多只是嘴上喊喊，安慰一下自己脆弱的心。每一个胖子都有一颗易碎的心，一个怨天尤人，抱怨喝凉水都长肉的人，怎么能看到好身材的背后是满满的自律和坚持呢？如果连减肥都做不到，还谈什么优秀？如果连身材都控制不了，还说什么掌控人生呢？只有自律的人才能抵御住诱惑，克服惰性，说到做到，日复一日坚持。你的好身材里藏着你的自律，而自律能改变你的人生。三岛由纪夫说，人生只有这么一回，为何不多加珍惜短暂无常的身躯，予以锻炼雕琢呢？愿你努力奋斗，精心雕琢出一副好身材。你跑过的每一步路，你洒下的每一滴汗水，付出的每一分努力，都会让你功不唐捐。